这里是万宁广场，这边重新装修过了，这边的环境现在比以前会好很多。这里是解放南路，广州解放南路万宁广场。现在是早上的8:49。在中公交车上都没有人了，大家都去坐地铁了。万宁国际采购节，前面一对小情侣牵着一条狗，采购节。这边是新开的一家红酒店，挺漂亮的。这边很多卖玩具的，这边生意还挺好的。外面这里有3到4家卖玩具的店。这里是玩具精品城，外面摆了很多花。是专门卖毛绒玩具的毛娃娃，毛绒娃娃。这边是老城区，房子还是以前那种楼房。再开始卖春节的用品，灯笼，中国节。这个是批发市场等待工作的工人们。这边的环境还是蛮好的，一大早就有人，工作人员在扫地，在清洁马路。前面是教堂，天主教教堂。这个教堂还是蛮方便的，从海珠广场 B 出口出来就走几分钟就可以到了。
这个教堂平时还是蛮多人过来玩的，拍照什么的。这边都是教友。